范国威议员，主席，我今次的发言是解释在这一节的综合辩论里面，我的修正案编号144，即是削减总目144项目之下分目的000的120万港元的预算，相当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2017年。对不住，范议员，你再讲讲你嗰个修正案编号。好啊，我修正案编号是144。你講緊，因為我睇唔到喺呢一節裏面有144嘅編號144嘅修正案。你要針對嘅嗰個總目係144，但係你分目就係000。但係你嗰個修正案嘅編號，系一四四啊，主席冇错喎。哦，总啊，唔好意思啊，主席，总目就系144，修正案编号系786啊，786。冇错，786先啱。系，唔好意思啊，本人仅此致歉。主席，我今次嘅发言再讲一次啦，就系要削减相当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公眾諮詢工作的全年預算開支。為什麼呢？就因為自從政制改革第一階段公眾諮詢在2013年12月展開以來，社會上都是質疑政府對今次政改諮詢是有預設的立場。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所組成的這個政改諮詢三人組，一次又一次地在諮詢的期間公開否定抹殺公民提名的可能性，表面上在宣傳的策略呢，就嘗試去營造這個有商有量的假象，但是暗地裏實際上呢，就好像林鄭月娥司長這樣說，政府早已經是一錘定音，要俾市民一個係有篩選、剝削公民權利嘅假普選方案。主席，政府打從展開政改諮詢嘅第一日咧，其實已經係引導市民必須喺政府設下嘅重重框架之下咧，係去討論特首普選嘅方案。政府公布嘅諮詢文件裏面咧，就嘗試偷換概念，係將基本法附件一裏面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的組成方法，即是引用京官喬曉陽的講法呢，演繹成為需參照，由可參照演繹成為需參照，這個是必須的需。諮詢文件亦都引述喬曉陽指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方法呢，必須是機構提名。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在政改諮詢展開之初呢，就已經是重重設限的了，是扼殺了香港社會上支持公民提名的意見。即使是面對質疑，林鄭月娥司長呢仍然去聲稱這些是京官的意見，在基本法之中是不言而喻，八九不離十。主席，但我認為特區政府的做法呢，就是要將特首選舉的結果牢牢地掌握在北京的手裏面，政府堅持篩選的立場才是不言而喻，令到2017年的特首選舉呢，是八九不離十地呢，是維持小圈子的選舉。政改三人組之一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自持是律政司之首，將自己呢就當成為是詮釋演繹基本法的權威，在諮詢進行期間多次公開地去指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無視自己身為政改諮詢的持旗手，他的角色理應呢就是要中立地是去聆聽香港市民多方面的意見。至於政務司司長譚志源今年1月亦都講過，范議員，
谭志源局长好像未升做司长。咩话？哦，哦，系，唔好意思啊，主席，多谢你指出，系政务司啊，唔系，应该系局长谭志源今年2014年1月亦都讲过，白人口味好难调和，政改最重要就系有饭开，市民应该系食住先。意思即是说，即使最终出台的这个方案不合口味的话，香港市民都应该先是接受。主席，很明显这些讲法呢，都是证明特区政府做的所谓咨询呢，只是一场大龙凤，引导市民是接受一个有筛选的普选方案。所以我就要提出削减政改咨询工作的全年预算开支，就是要批评特区政府这种有既定立场的假咨询。主席，特区政府在政改咨询期间一直或者是多次持续地用得最多的口号呢，就是说有商有量。在报章、电视、落区进行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其中花费不少公帑拍摄的宣传短片在电视网络平台去播放，第一条宣传的片段呢，就是由政改三人组粉墨登场，说要跟市民一起讲一起听。但是很讽刺的呢，就是政府将这条政改的宣传片放上 YouTube 之后呢，居然是限制不准香港市民呢是留言的，封住了市民在网台上面提出意见这个的安排。政府这样做，这样的态度，正正是显示政府呢根本就不是真心诚意可以做到有商有量。主席，其后在政改咨询的最后阶段呢，政府都继续是耗费公帑，继续是烧银纸，拍摄一系列的宣传片在电视上面播放，叫市民把握机会去实现普选。但是这条宣传片段里面呢，又是选择性咁样，有倾向咁样呢，只是提及一人一票的选举权，但是呢就无视普世价值之中对普选的定义。除了选举权，我们其实还有被选举权。主席，这种明显是存有偏颇的广告宣传的伎俩，是无助香港市民呢是去讨论各式各样的普选的方法，从而呢是去达成共识，是去凝聚共识。相反，政府在宣传北京心目之中有筛选的特首选举方案，即使在第一阶段的政改咨询已经在5月3日完成，政府的宣传攻势呢其实都还是未完结的。最新的短片在哪一天？在这个5月8日上载，由梁志鸿医生的今次强调特首是必须爱国爱港的所谓根据，单向地是向市民大众灌输政府的既定立场，这个是不符合市民是对政改咨询的期望。这种假咨询是不值得是继续我们支持呢是用公帑是去进行。主席，令到政改咨询沦为假咨询，其实是不单止是特区政府的政改三人组，北京政府、中央政府同样呢是令到我们香港的政改咨询呢是成为一个过场、一个的报警板，失去了真正咨询的意义之余呢，更加是破坏了一国两制，毫不尊重我们特区政府权限之下做的咨询工作。根据2004年定落的叫做政改五部曲，第一步呢就是特首是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特首及立法会两个产生的办法是不是需要修改。所以在特首提交报告之前，北京政府根本就在我们香港政制改革上面呢是没有角色的。但是北京政府在政改咨询未完成，还未踏入第一步之前呢，就已经是透过中联办多次是去约见
立法會議員，更加是邀請全體的立法會議員呢去到上海，名呢就叫做聆聽對政改的意見，實質呢是對立法會議員呢是去進行招安、統戰、遊說。北京政府這個做法呢是肆無忌憚地呢。你講現在的內容跟你的修正案有什麼關係？哦，我很快就會回到去這個的政改三人組了，就是因為政改三人組如果見到北京政府這種的做法是侵害了一國兩制，架空了我們香港人高度治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原則的情況之下，甚至乎影響政改三人組他們負責這個政改諮詢的工作，他們應該是要出聲，他們不應該漠視，因為北京政府跳過了既定的程序，特首和政改三人組呢都有責任呢是去出來捍衛回既有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而不是呢調回轉頭是積極配合北京官員呢是去接見議員。所以我先至是要提出這個的修正案呢，是要削減他們去繼續做這個政改諮詢的經費。主席，在5月6日佔中運動經由2500名簽署了佔中意向書和參加佔中商討日的市民投票之下，已經是選出了3個是被全港市民在6月22日全民投票的特首普選候選方案，這3個方案都是有公民提名的成分，這是一個很重要香港人民意的體現。而且一旦公民投票顯示公民提名是獲得多數市民的支持，而主理政改諮詢的官員又繼續保持好像譚志源口中講的所謂激俗揚青的態度的話，選擇性地是去聆聽市民的意見呢，政府自己現在做的叫做有商有量的政改諮詢呢，就會變得更加蒼白無力，整場的政改諮詢呢最終只是會以失敗呢是收場。主席，所以我代表新民主同盟呢是提出削減總目144項之下分目000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工作的全年預算開支，是去促請政府必須尊重在政改諮詢期間收集到香港人的意見，不能夠任意地將不符合政府又或者是北京屬意的聲音是去剔除。特首梁振英亦都要如實地是向人大常委會是去報告香港人是要真普選沒有篩選這個的民意，反映佔中運動2500名市民認為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意見，否則整場政改諮詢就不應該繼續進行。主席，本人謹此陳辭。